baby bus. <笑>好冷啊，上哪儿能找点吃的呀？肚子快饿扁了。啊，红薯。 原来是松果。大雪球来了！啊！你不看，雪人！哇，真的耶！可是还少眼睛和嘴巴。那我们给它加上吧。我来。 在堆雪人，大哥，快来看我们堆的雪人。雪人的眼睛好像有点问题，嘿嘿，这样好多了，还差一个鼻子。你们可以找圆圆的、长长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嘿嘿。 马上就有胡萝卜吃了。嗯，长长圆圆的东西一定是竹子哦。 怎么这么久啊？来了！哦，壮壮，看我找的鼻子，长长的。看我的，有圆又新鲜，给雪人当鼻子一定很酷。啊！ 还是我的比较好，先给雪人插上试试。哦，还是用我的吧。你看是不是很酷？哎，豆哥，看，我们找到雪人的鼻子了。啊！你。 我找的鼻子不错吧？我这个才好，这个太小了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你们找的都不对。我说的圆圆的、长长的，是胡萝卜。啊，原来是胡萝卜啊！我知道哪里有。我也去。可恶，痛死我了！哎。 哦，是胡萝卜。哎，大家还没回来，那就先试试我的鼻子吧。哦。啊啊！雪人。 啊！终于找到了。没错，我们快走吧。危险，快绕开！ 哦，妙妙，雪人变成雪球滚走了，胡萝卜也被带走了。哦。
上要困进道哥家了，看我的！耶！糟了，来不及了！去，哎，胡萝卜，哇，哇，好大的雪人，哇，好漂亮，可是这个雪人也少了鼻子，道哥，我回来了。道哥，你萝卜，正好我饿了。道哥，谢谢啊。